通常我哋會建議你成個除低嘅。嗱，譬如我而家做兩個好危險嘅動作俾大家睇睇。咁我哋會清潔雙手先啦，然後可能我哋會撥開少少，然後飲啖水。咁你會發生啲咩事呢？你會見到我口罩個面咧，隨時會掂到我嘴嘅。我哋頭先都講過，顏色嘅部分其實係最污糟嘅地方嘛。如果你顏色嘅部分周圍黐嚟黐去，黐落你自己身度咧，其實無形中你會將啲菌黐翻落自己身度。咁呢個係唔建議嘅。咁第二樣個做法，有啲人會咁做嘅，就係將個口罩咧拉落去低過下巴嘅位置，然後去飲水嘅。咁你諗下，你見到我而家發生啲咩事啊？就是、個口罩咧接埋三接咯。咁我即係話遮住自己眼耳口部嗰部分咧，有機會掂到有顏色嘅部分。咁你可能有顏色嘅部分係最污糟噶嘛？我再掂完嗰個地方，再揩翻落自己眼耳口鼻度，咪會容易中招咯。所以呢兩個方法都唔建議嘅。最好嘅方法都係咧，全個慢慢除落嚟，擺好佢啦。咁然後飲水啦。咁然後再戴翻，慢慢戴翻上去。咁呢個就最安全嘅做法。